前卫，并且是非常美丽的珠宝新潮流，也受到非常多时尚人士的喜爱。那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都知道，其实塔法品它最主要的两大元素就是珍珠以及钻石。而在材质方面呢，塔法品更是有它独家的 Tasaki Sakura Gold 专属樱花金。我想大家听到这边可能会觉得有点好奇，什么是樱花金呢？它的金性又是什么呢？其实樱花金是塔法品在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研究以及不断的研发之后，终于在2011年所打造出来的。大家也知道樱花是非常美丽而短暂的，那么塔法品就把它永远的留存在了珠宝上面。当你在佩戴它的时候，樱花金的金性是除了保有原本18K 金的质感之外，当你在佩戴的时候，它能够让东方女性的皮肤显得更加的白皙，并且衬托出非常卓越的质感。那么在今天也是非常浪漫的樱花季的季节里面，我们邀请到一位国民新偶像、国民男神来到现场。现在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我们一起来欢迎超萌新男神。